时三分钟，开始，加油。你实在是很累，你怎么样混？怎么混？对，工作一定要混的。这个要问熟啦。那你们可以万一实在跳不下去，旁边突然撤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要，不行，不能撤。再累都不行。但就是如果你真的跳到很累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找旁边的，好像玩一下，互动一下，对，就可以帮他整理服装仪容。看他们一直在整理服装，尤其是以轩最喜欢跟人家互动，我好喜欢跟大家互动啊，感情好。但是哦，球场的花絮很多都从这里来，对啊，对啊，精彩的部分也是要创造一点花絮，要不然你在那拼命傻跳有没有？对啊，好，分数统计出来了，总共，哇，熟拉真的也很会猜，超会猜的，熟拉一下子就十三点了，对啊，不恐怖，怎么办呢？十三点啊，你比他好，来轮到我们的嫩拉，来，好的，刚刚拿下十三分，好不好？嗯，这是一个标杆哦。莎莎，哎呦，有没有把握？杀爆你们！哇，莎莎要杀爆你们！学姐，杀爆学姐，这样对。沙暴学姐，等一下，你们这几位跟他们有很多是同一队的吗？有，我跟戴颖、慧慧跟以轩。哦，那不天的，那不天对。哎，若彤上次跟我讲说很难相处的学姐是哪一位？
那时候不小心说说六岁。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就是有觉得一个学姐她长得比较可能面恶心善。哦，对，面恶。对啊，那个学姐刚好今天人也在现场。面恶。我们看看谁是面恶的，谁面恶？哇，露影哇，就是很性感的那一位，就是她现在笑得很甜，但一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她都不笑，然后都一个人坐在角落，然后这样。谁呀？谁呀？可惜有这种事情吗？学妹的指控怎么样？反驳一下，我就凶啊，怎么样？我看到了，我就凶，就凶。啊，后来你们怎么样融冰？他们没有融过哎，他们结冰到现在。没有啦，那今天把它解一解嘛。没有啦，你结冰一辈子就对了啦。没有，我们感情很好，只是看起来而已。他只是看起来比较冷，冰冷。他有一个冰山美人的称号。对对对。那西在里面有没有被欺负？就是刚刚的柠檬，柠檬，我们不是欺负，是吗？我们是有一点点小误会，真的误会，不是，先是讲真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啊，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他说我凭什么进啦啦队？柠檬看起来不会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在学姐跟学妹问话，然后就问说，哎，你们最讨厌哪个学姐？然后就有一个学妹反问说，那学姐你觉得谁凭什么进来？哦，这种对，我们这一届应该是一种破冰团康啦，对，破冰没有那么好，交流啦，闹毛，大家都同事不要走心，没有没有，他刚上一期有柠檬嘛，对，阿汉典是看了奶昔，他哎汉典也觉得柠檬长得比奶昔漂亮。我不要火上加油，没有啦，根本没有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的啦，没啦，好加油，好吧，十三点啊，来，我们这边好好加油，沙暴，三分钟，一，开始。下一个，牙齿、假牙、牙套。
40秒。下一个，滑雪。三个字，弹钢琴，弹琵琶，弹古筝，弹吉他。第二三个字，钢琴。打电脑，五秒。打电玩，四。打电动，三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二，时间到。好的，哦吼，哦吼 ，OK。很惊险哦，很激烈哦，很激烈哦。这个莎莎比完之后，熟拉这边有话要说，不是有话要说，是怎么加入拉拉队的？就说，记得都忽略，他都没有在拍，没有。哇，你对，真的。刚刚的那个拉拉队示范一次给他看，来来来，刚刚来，万，来来，哎哎。